如何用一支原子筆嚟爆開呢一種用拉鏈嘅結啦？其實咧個原理好簡單嘅啫，你即係將一支筆，其實原子筆啦，應該咁講，原子筆咧其實佢唔係好尖嘅，呢支係 pilot 嚟嘅啫。咁你可以攝喺個呢啲嘢中間咧，你咁一篤落去咧，其實邊上已經開到，因為佢係啦，佢就好似咁啦，已經篤到入去咁咧。啲刷咧點樣？你將一隻就一支筆鬼筆個咁樣可以塞，可以開到呢啲就係咁樣。之後咧篤落去之後咧就咁拉，咁咧就咁明顯開到啦。咁你啲嘢裏邊咧就基本上冇乜保障嘅。開到見到，咁如果之後如果佢想令到你唔想你知道咧，就咁樣拉翻個拉鏈過去。咁你個你仍然咧，呢啲仲係完好嘅嚇。嗱，數翻十粒就叫數翻先。咁啊，數翻十粒見到，所以咧就走危險用呢啲。就所以我強烈大家咧就應該換啲用啲扣嘅結，或者係用其他 instead of 呢個拉鏈嘅結啊。